挑战一千个跑酷番，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挑战。这期挑战没有能到终点的跑酷番，虽然全程用了9分多钟，但还是顺利过关了。OK 呀、啊，接下来就来看看最快需要多少。先给挑战者送上编号，记不住的可以双击保存。挑战的过程我就不给你们看了，直接给你们看看偷鸡一家最快速度。跑酷的路线有点长，请耐心观看。OK 呀、啊，小伙伴们，没人能到终点的跑酷番，小子仅用时1分06秒，你们还有比我快的吗？